欢迎来到布斯贝地区高中，它位于缅因州的海岸。这所高中会为学生提供一个教育和经验的完美组合。学生们通过学习大学一科的课程去准备进入大学的学习，同时学生享受布斯贝海港的独特氛围和环境。美丽的大西洋位于学校的旁边，这个镇位于本地区的中心，恰好可以利用到缅因州所提供的机会和有利条件。你可以在西部最高的山上滑雪，或者向南开90分钟车，就会到达缅因州最大的购物广场。这里有很多理由说明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有机会生活在大西洋海岸，一个像布斯贝靠近海边的城镇是很不错的，不仅不用去担心交通问题，更不用担心犯罪和污染。住在这里不仅有一个理想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且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在布斯贝地区高中，我们一起互帮互助，每个早晨学生们都会带着他们的积极和友好的态度来到学校，和老师们一起努力，让每节课上的都有趣和有意义。从小的教室、大学意向的课程，到优秀的资源和完美的师生比例，会给你带来一个极好的学习经历。在这个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在走廊碰见你会不停下来跟你打招呼。如果放学以后需要任何帮助，老师仍然会很高兴地帮助你解决任何问题。在自习时间、准备课程期间或者放学以后，老师们总是在你的周围，他们随时愿意帮助你。老师们会让你感觉到你生活在一个很舒适的集体里，并且他们会帮助你解决任何问题。在课堂之外，社交氛围、课外活动和体育运动项目让学生们的生活很充实。在布斯贝，我们给我们的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并且机会会一年比一年多。在课堂以外，我们有相当多的一些课外活动，从体育运动到艺术和戏剧表演，我们的大部分学生除了学习以外都会参加一些活动。为了帮助学生准备大学课程，我们有些课程很有挑战性，特别是一些大学预科课程。选择大学预科课程意味着在读高中的过程，学生们可以得到这个课的大学学分。尽管这些学科很具挑战性，但是教这些学科的老师不仅热爱他们的工作，并且他们对这些学科有着深度的理解。我们的教学大纲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学习风格而设计的，这里没有一个学生是不适应我们的相应的教学模式。学生们接受彼此，他们似乎过得很快乐，在走廊里总是充满着快乐和欢声笑语。感谢您的倾听，如果想知道我们学校其他的信息，请您与我们联系，我们期盼在布斯贝地区高中的校园里见到您。我们的学生在校期间已经为高中毕业之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原因是我们的学校跟社会有着紧密联系，在布斯贝港口城镇，这里有很多的资源我们学校可以利用。不管学生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大家都善待彼此，这是在其他很多高中是不多见的。我很喜欢来到布斯贝读书，课堂规模小，你会认识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会在走廊里和你打招呼，老师们随时随地愿意帮助你，而且在课堂上，他们总是为学生创造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